但不是全部，所以里边有爵士的、R&B 的，还有情歌，还有民谣，还有等等这些，我都会去尝试。这些音乐都在这个里边，我想做的音乐都在这个专辑里。所以，不管大家喜欢这张专辑，那我呢也是跟工作人员也是真的是投入进去，用心去做了这张专辑。所以看到这张专辑，还有看到这张演唱会。我觉得大家都是很高兴，看到结果是大家很高兴，这都是我自己的，还有翻唱。时间的问题呢，大家肯定不用担心，有可能大家觉得过两个多小时，大家觉得哎很短，其实很精彩的。心疼你的认真。
没看我最近已经瘦了很多，因为我最近也是每天在健身，健身教练呢一直在给我一些营养的一些饮食的一个配餐的样子的东西，所以每天几乎吃的很多，但是少食多餐，这样尽量不吃油腻的或者一些含糖太多的东西，很自然健康减肥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自己的营养是每天肯定是够的，健身完之后喝一杯那种蛋白粉去这样修复自己的肌肉。压力每个人压力都会有，就看自己怎么去发泄。那我现在时间排得满满的，这是我想要的一个生活。你说想要一个说自己能专心做的事情，比如说专辑还有演唱会，那这些时间呢，我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这个准备演唱会和专辑的事情，所以这段时间也不是说是很大压力，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释放我压力的一种方法吧。希望说这场演唱会是展现我自己的一个东西，让大家说没有机会看到的，或者大家是想看到的韩庚的一面，我希望说这次演唱会都能展现给大家。所以就每一个细节等等都是很用心去做，有可能会这段时间会比较累吧，因为我觉得有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准备这个演唱会。因为这段时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这场演唱会，也是希望说给大家的一个答复，说不让大家失望，因为这段时间已经休了很长时间，我也不想希望说大家说韩庚天天在这里无所事事。就是这个星期就马上要举办演唱会，现在心情怎么样？有很紧张吗？还挺紧张的，好像现在都一直在准备，每天都在排练准备。我也希望说有更好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韩庚，更准备更充分一些，更完美一些。所以等到17号、18号跟大家一起见面，有一个全新的韩庚。我有看一些介绍说这次舞美啊，还有服装那些都是非常华丽的。服装方面现在有定下来是？大概是什么类型？我觉得整个舞台的效果呢，还有一些灯光啊、衣服啊，我还希望说大家去现场去看一些那种效果，我觉得是最好的。那因为现在北京会邀请您的亲朋好友、有爸爸妈妈去看，他们肯定会去看的。对啊，因为是第一首场嘛，个人演唱会，所以希望说也想把这份喜悦跟父母一起分享。有请嘉宾吗？还希望大家去看嘛。保密啊，保密的。好，谢谢。